的情况我全部都知道，但是我也在这里跟他报告，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可以讲，有些不能讲。那我只能说蛮严重的，啊，真是蛮严重的，所以我不断的几乎每天的都会为他祷告。他的情况我全部都知道，但是我也在这里跟他报告，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可以讲，有些不能讲。那也尊重这个当事人呢，他们家人呢对于他的病情的一个角度，那要不要说呢？可能还是要由新农哥啊他自己来跟大家讲。那现在来讲，他是全心全意的把研医工作先停下来，然后全心全意的在医院里面照顾他。病情方面还是要由家属去讲，那我只能说蛮严重的，啊，真是蛮严重的，所以我不断的几乎每天的都为他祷告。